卫县长、赖秘书长、各院同仁、县府各单位主管、议会各位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十八届第十三、十四次临时会最后一天的议程，议程是综合讨论及临时动议。现在进行综合讨论。现在首先请议事组同仁报告县府提案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请议事组同仁宣读。彰化县议会第十八届第十三、十四次临时会县府提案第一号案，为办理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之农地重划计划所需经费114,000元者，补助款100,000元，配合款14,000元，千元进位，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定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各位议员同仁，针对县府提案第一号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这一案就照审查意见通过。江雄议员。来，请议事组同仁宣读第二案。第二号案，本县福兴乡管宇国民小学及社头国民中学，经管现有建筑及土地改良物，拟办理报废案，提请审议。审查意见，除社头国中经管现有建筑及土地改良物报废案搁置外，其余同意办理。附注顾黄水花议员及许淑伟议员，针对社头国中经管现有建筑及土地改良物报废案持少数意见。来，顾黄议员及许淑伟议员持少数意见。现在先请顾黄水花议员发言。多谢议长、馆长、咱委员、议会的同仁、咱县政府一个主管、咱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本席伫迄个咱小组吼去勘察咱社头各种吼，提出一寡意见吼。我是感觉讲，到处长，你拄则讲是毋是讲吼，莫讲怎安互过去安尼，敢毋是安尼？请你答复，一定叫到处长答复。教育处长回答。因为这个拆除案哈。如果在明德楼的三楼没有做拆除，然后事后做一二楼的补墙的话，那学生的安置会受到影响。那整个这个我们的变更计划也提教育部有听过两次的一个审查。以上说明。处长，你敢捌去到迄个社头国中，甲看因的地脉甲因的厝是做安怎？你讲安，你讲为着学生的安全，我嘛是为着学生的安全啊。为着学生的安全吼，你讲要应该是爱拆楼骹吼，楼二楼、三楼安才对啦。你想我咧讲安有理无？拆楼骹了，二楼、三楼楼咧，楼骹拆掉安尼，像即摆安尼啦，像即摆咱万林古宅安尼会使无？处长，你别无去现场甲看，因为伊加四楼去哩吼，都几十年啊啦。你要拆四楼单调，二楼诶三楼单调，二楼一楼楼咧啦，吼、哦！啊楼咧内底那两只怪兽吊起哩，两边拆，你想会伤到二楼诶阮诶厝顶未？我问校长讲会伤到厝顶未？伊讲这嘛无保证，因有评估过啊，啊评估过，你敢想两只怪兽去伫面顶伫咧弄，这间学校敢未害去？我讲问讲三楼拆掉爱加力无？伊讲无钱，无迄个钱通加力。啊！你要叫遐囡仔住啊偌死哦？恁干那头疼，伊头脚疼，伊脚啦。你叫阮讲去勘察现场，因的门口埕、运动埕离咱的校校吼有4尺以上啦。
我问校长，我校长，恁这落雨来，这水要安怎？伊讲用抽水机啊抽啦，跩囡仔会淹入到咱的，咱啊风太大水来，这间学校内底会入水，你叫跩囡仔要搬去倒去？恁敢为着石头国中跩囡仔伫咧失踪？恁若是有为着安尼失踪，恁无可能去拆三楼、楼二楼、楼楼卡，啊，这已经是足害的啊，足老的啊、哦！我所有甲看彰化县的学校，差不多剩这间国中吼、哦，一几间、一八间吼、哦，无拆、无整理、无去尔啦。你就着教处无遐钱补助咧，叫咱互恁三款要拆的，免遮拆，再学生囡仔拢甲搬去旧的遐整理哩，互伊，互遐囡仔去读册。为这楼要拆的，规个三楼、二楼拢拆了，拢个改新的。阮毋是无咧过，阮是为着吼，恁的落差遐悬。我讲听，恁若无拄好吼，干呐跋水、坎水压落就卡死啊啦！啊，你准备讲校长乌白讲，迄其实阮去勘查就是落差三四尺悬，门口埕比厝较悬，安尼你要叫安怎住？啊，你拆三楼有啥物路用？处长，你的认定安怎？可以，好，来请处长回答。好，跟议员报告跟说明一下哈，那个这一栋明德楼哈，当初为什么拆三楼？是因为它本身是老北少，所以它三楼的重量明显的高过于一二楼，所以建筑师跟教育部的专业建议哈，是希望把三楼做减重。你讲啊，这三楼拍落来，二楼挡袂掉，伤重啦。当初你哪知会晓讲伤重？你现在要甲拍安尼？当初的囡仔敢拢无性命安全？你敢有甲考虑？你妈妈问你讲，你即摆三楼拆起来，无家的囡仔吼住袂掉，下骹这两栋、这两二楼甲一楼安尼要冻偌久？您讲过十年，要拆开千外万，冻十年，安尼是爱总拆掉？要是来拆顶头，留十年后再搁拆掉。我感觉恁县政府吼，咧开吼，咱老百姓的老汗钱拢开袂停呢。恁叫阮过去勘查，啊勘查了这个问题出现这大，恁拢无改善，无法度通去讲，恁变更设计就好啊嘛。处长。变更设计敢袂艰苦？时间的问题，毋免一年半载就好啊！恁安尼乌准五全准过，迄间学校真正实在无成学校啦！伫个窟仔底，恁叫遐囡仔是要哪读册？馆长，你甲看感觉哪咧？处长，你请坐，请馆长到。来，处长请坐，请县长回答。有关这个四楼国中校舍这个拆除这个案子啊，哈，那议员已经有这个把这个案已经搁置啊，哈，彰化县政府会遵照议员的这个建议，那阮吼搁重新来评估，是不是拢要总卡掉，哈，还是讲要部分卡掉，阮拢会交专业去做判断。但是处长，因为这个。馆长，你讲专业啦，伊这嘛是专业评估过啦吼。啊，我嘛有问校长讲，恁要拆厝，应该嘛爱用机械嘛，对啊，唔是用人去，就是使讲用提起甲挂挂，全合落安尼尔。吼、哦，要安怎评估，恁拢无在啦，去靠依据原装啦。万一讲若是厝顶尾去拉尾地涂骹落来，迄个要安怎修理，要安怎补强？是啦，所以议员建议是有道理的吼、哦，所以这个案已经搁置。啊，阮连工，阮再过来做详细这个评估。对，阮是认为讲吼，没有安全就没有教育，吼，一定是老师囡仔生命安全，一定是爱徛伫第一的，吼。所以议员你的建议是对的，所以阮会来检讨。好，哎，馆长，以上啦吼，啊，你爱注意一件啦。好啦。你这本席内底吼，那会感觉讲吼，馆长恁的伫咧款来做。关心咱地方哦，是足好个啦，哦，啊，但是咱我有甲看，感觉讲咱个文化局长，我要请教问你啦吼，你遮尔正关心着
咱所有的乡镇，哦，下乡去考察，哦，甲你牵了足大片的，哦，我讲予你听，你吼、哦，若是像你这精神安尼啦吼，我都通去恁秀水去关心甲这大片的代志吼，安尼啦，咱伫这个，咱古早人伫咧讲吼，人讲过年若无回来就无某啦，清明若无回来就无祖啦。来，伊阮请，一定你请迄、那、落、個。咱人文化处局长，文化局长，咱你请你答话好不好？来，请文化局长回答。是，请问议员。安尼。是。是啦吼、嗯，你对文化有重视无？报告议员有。有啦吼。是。你对文化有重视？伫清明节的进行，你若无伫咱彰化县各乡镇拢有去宣导无？宣导陪伴，陪伴也使着你宣导，陪伴各各，大家大细汉拢嘛是要等下转来陪伴。是。但是恁若叫人乡拿出来外口，是第一届的改革，旧年就安尼啊啦。是。这拢无问题啦。是。但是你若唔免甲在业者讲，选民讲，恁袂使买金，我要你烧。你有选到无？你足无大无细呢？我讲个，老大讲个老大嘛啦，无来找你，我才输你啦。是，不过议员吼，就讲阮主要的选到吼，并将来拢无讲袂用烧香这件代志，将来拢无吼。过来。烧金，烧金，唔是烧香。烧金嘛无，阮嘛无选到讲袂用烧金这件代志，将来拢无。你将来嘛无讲安尼。嘛袂用放炮啊！无，文化局无讲这件代志吼，直接向议员来澄清。啊，你敢唔是县政府内底一部分？是，对啊。但是吼，文化局长，是，你今仔日若开会了，你爱去阮第十公墓，吼、哦，迄、那个查你爱去讲。你讲吼，老外公甲老大妈，我就是某某人，吼、哦。啊，这张我哪有牵一在来啦，吼、哦。我希望恁去甲伊邀请，叫菩萨带因去焚化炉领钱，会使无？金纸你甲载焚化炉烧掉，恁爱叫百姓袂使买才对。恁去共载焚化炉烧掉，你甲想？恁祖公啊，若摆脚看伊走会去袂？你咪来请看，你袂着袂？对无，害了人老百姓的钱啦！干那一个秀水，诊所要开业，你甲看卖咧，是惊死人啊！俩，恁甲讲甲恁，做啥做甲这款型的？这张是，这张是标啦，毋是啦。哦。对无？你文化局长，你应该就爱共宣导讲吼，即马开始金纸无要你烧，唔通买，用车共车车去焚化炉烧掉。焚化炉唔是要你烧金的呢。我伊讲啦，恁的政策真正若要改，恁要烧金的所在吼，一定爱县长，你就爱斟酌听，一定爱吼去规划咱吼彰化县一个焚化炉，专门伫要烧金纸。啊，咱就该写百姓公、百姓妈、应公应妈，吼、哦，所有的十姓的，拢总会使来遮领钱，吼、哦，个人认度，恁子孙啊摕来，写一张名，囥在这个金纸顶头，互你再去烧，爱去用一个焚化炉来专门烧金纸的，唔是再去火去迄落焚化炉烧啦。讲到你做无礼貌呢。好，请文化局长先请坐。对不？恁吼，馆长，恁一定吼爱宣导。恁若无爱红烧，你就免说。你叫伊拢唔忙买，大家买，价格拢烧烧去共载去那咯，吼。顾王，顾王爷，等一下，咱即马先互本案先讲好了。好。等者宪政问题你来发言。来，现在请许淑伟议员发言。议长、馆长。
咱所有的议员同仁，咱局处室的首长，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吼，啊，二十二号柯世伟第一次发言吼，针对咱即届财政署提报的吼，咱的社头国中吼，即、這个拆除案吼，啊，我伫遮持少数意见，但是呢，伫遮嘛要来先来感谢着咱的顾煌议员吼，对咱的小朋友的安全受教权的重视啦吼，我相信讲全部的咱的议员同仁吼。对咱的教育的这个投资也好，对咱学生囡仔的这个受教权也好吼，绝对是拢非常重视啦，啊嘛是拢会当会非常的支持。啊，针对这案吼，我分析了解，就是讲伊的这个校舍吼，要来拆除，但是伊这个校舍吼，拢是大概四十年前吼来起的。啊，这四十年前起的吼，就是无建造嘛，无私造，因为迄阵呢无法令的限制啦吼。啊，所以讲呢，啊，拢无这个啊，会当讲报备啊，就会当起啦。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当中，咱的囡仔人口数吼，一日比一日较侪，啊，所以呢，就变作讲，爱有伫三楼加建啦。啊，这个案，我要来请教咱的处长吼，咱的邓处长，就是讲，这个案伊的经费是来自于。中央或者是在来自我们县政府，一定谢谢。来，请教育处邓处长。好，主席跟议员报告，这笔1036万的经费是来自于教育部，是全额补助吗？对，全额补助。好，啊、在这吼，请坐吼。在这我有提出一个看法哈，当然就是讲，咱的这个学校的报拆，伊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讲，伊的耐震系数无够啦吼，就是讲。教育部经过详细评估了后，伊就讲这个这栋大楼吼，伊的耐震系数无够，啊有这个咱的小朋友、咱的学生底下来上课的时阵吼，有迄个立即性的危险，所以说他就全额补助给你们，是不是？好、哦、好，啊所以讲，咱的这间学校已经使用偌久啊？来，处长，你回答一下。来，请处长回答。这一栋明德楼是民国64年盖的，64年到现在嘛，已经超过40年嘛，哈。啊，那呢，校舍它的耐用年限最高多少年？除了年限之外，还要考量是刚刚议员提到的它的CDR 值，它的耐震系数也是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嗯、那目前这一栋它的耐震系数哈，大概是低于标准啊，低于标准哈。那我们的使用年限是不是50年？对。好，50年的话，那所以说这栋校舍哈，它大概可以在使用的部分不到10年了哈。啊，咱的教育部当然专业补助1036万的这个经费，伫咱的这个要予咱做咱的做补强，或者是这个耐震系数不足的部分做补强，还有你讲的老被少的部分，就是三楼要做拆除了，因为这个可能有立即危险了哈。啊，所以讲。当然，咱的想法有两款啦吼，就是讲你开1036万，要投资伫九年内底，啊，吼，咱的学生，吼，咱的学生吼，啊，无立即性的危险，吼，这是一项。但是呢，咱若讲头拄馆长嘛有当场猜测，就是讲来哪一档来，搁找着其他的这个医生来编剧，吼，那像拢咱的顾问员伊提议的，就是我嘛部分同意，吼，就是讲。那是讲全部甲拆除，卖讲干那拆除三楼来讲，吼，拢对这个拆除以后，就变成是新建的校舍。当然，1036万拆一楼，但是你若1、2、3楼拆掉，搁重新建立吼，新建的话，大概在3000到3500万。但是你加投资要2000万，吼，诶，这个金额，但是你新的校舍会当用50年啦。那是徛伫投资教育的立场面顶。当然，我嘛是希望讲，咱来当找到其他的医生来指引的话，当然是规楼迄个整栋拆除新建，迄是针对着讲咱的监督医生上大的精神，就是讲把钱用在刀口上。吼、哦，这点当然嘛是爱请咱馆长啊，是讲请咱的中央级的咱的民代表来立委吼，快当是毋是，原来较紧来甲咱招总来争加提。争取中央的补助吼，加争取2000万回来吼，规栋甲拆除新建是上好啦吼。但是，就我所了解吼，目前这一栋大楼里面总共有几间校舍
还在使用当中，你知无？嗯，这个我可能要查一下。十九间吼，十九间还够你使用。啊，即卖小学制吼，一间的教室可以容纳大概30个小朋友了吼。所以讲，等于讲将近600个这个咱的学生吼，那是伫个这个拆除当中，你这栋大楼来讲，伫个这个不管是全面拆除也好，还是讲部分拆除老北少的部分了吼。要做耐震补强，你这些小朋友要到哪里去这一个上课？爱做详细规划。好，这点吼爱好好啊想一下啦吼，因为这是卖给未再讲因这个咱要来拆除好些吼，啊来影响到咱的小朋友的受教权啦，这点嘛很重要。受教权跟这个上课的安全都非常的重要了吼，所以讲伫遮要来请咱大家来共同努力吼，那是会使哩，当然是拆除。啊，来做新建的动作，吼、哦，新建吼、哦，就是讲个起先呢，安尼当然是对我们的这个教育的预算，还有对于教育的投资，吼、哦，最符合边际效益的，吼、哦。以上报告，好，请坐。来，处长请坐哈、哦。那各议员针对县府提案第二案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的话，这一案就照审查意见部分通过。继续进行审查县府提案第三号，请议事组同仁宣读第三号案。第三号案为本府经管本县彰化市成功段557地号等11笔现有土地处分案提请审议审查意见，除彰化市成功段592地号、台中市中区柳川段6小段5至4地号、台中市清水区银联段2238至7地号、皮头乡平原段470地号、二林镇芦民段826地号等土地搁置外，其余同意办理。附注：瓜湖一固黄水花议员针对埔盐乡南新段793地号让售案持少数意见。瓜湖二陈蒋秀美议员针对台中市清水区康朗段104及104至6地号让售案持少数意见。瓜湖三叶丽娟议员针对台中市清水区银联段2238至7及716至2地号让售案持少数意见。固黄水花议员、陈蒋秀美议员及叶丽娟议员持少数意见。现在请固黄水花议员发言。多谢议长。51号第二届发言哈。阮处长，少数意见吼是安尼啦吼，因为埔盐乡这79至3这吼，这伊就是本来顶头就有起两间厝，而且本来两间厝吼，照咱。阮遮议员去甲看起吼，是起真久啊啦，起真久，但是伊足有诚意吼，提出来讲，伊想伫叫咱县政府卖伊啦。啊，咱经过吼，咱遮侪议员的探讨过吼，讲这先生爱卖这块地吼，就是要讲会当互咱的地主吼达成着伊的愿望吼，甲伊完成安尼啦吼。以上。来，请陈蒋秀美议员。发言。谢谢主席。还有我们各局处哈，那主管，还有媒体记者，还有所有的同仁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我想请教那个处长啊，那个财政处处长，这个以本席陈蒋秀美哈，对于我们这个台中市清水区的那个康朗段104及104至6的地号哈。即、这个去回看的时阵吼，即、这个所在吼已经有地上物啊哈。啊，地上物我要请教咱在迄个财政处处长哈，请问伊即个承租的时阵是虾米时阵给咱承租？请财政处长回答。谢谢议长啊，谢谢那个陈蒋议员啊，对这件事的关心啊。他承租的时候，我用我们的资料来查，他大概是从这个承租要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要符合82年7月21号以前就在那边占有的话，就可以有租任的这个权利。那他这个
伊是主任还是战友？你主角讲到战友能力哦。主任。哦，所以他那个时候，我们查他涉及在那边的话，是在79年一月就开始涉及那边的。这样的话，上头是符合我们那个财产管理自治条例这个37条、54条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让售给他。承租来讲的，伊刚好伊，你个承租是土地嘛，对不？是啊。啊，你刚好同意伊建造地上物。因为在这个82年之前的话，他们的建造，而且是台中市在管理的话，大概他们没有取缔，而且我们管理的只是我们地上人使用占用的时间去做界定。哦，那至于说他是不是取得什么，那个是台中市的那个问题。啊，那你没有善尽管理迄个现有土地的一个职责哦，因为这当是咱管户的哦。咱管户的，你哪会使讲伊要变更，伊要落去建造地上物是唔免经过咱地主的同意，咱是地主呢。对，八个月这个时空呢，时空以前他们是不管时空怎么样了，在公部门来讲，对，那我按照那目前现况的话，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我们是准许他承租的。可是，在公部门来讲的话，你当时监督，当时那个就是管理单位嘛，哎，那个土地是当管户的嘛。是啊，那我们当时我们也是依当时的行政。承租不唔对，你的地上物伊要起的时候，根本经过咱的同意。我们也是依当时的行政命令去处理的、啊。行政命令几多？你提出来看啊。是啊，那这个是他，我是说他在79年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在那边的了，那就涉及我那边已经符合我们那是一个大土地管理，你管理不周嘛。啊，那像咱咧讲，大家嘛，听咱来去，只有现有的咱管户的土地，咱来去遐来先来给你占有，然后较顶头再给你起物件，再来给你讲，哎、欸，我即摆占用，假使他占用不合乎规定的话，我们还是报拆啊。对啊。那他这是合乎规定的，所以我们允许他。啊，合乎规定来讲的话，因为我本席感觉啦，哈，这个有图利他人啦。因为现在中委区，你敢知影？我请问馆长，伊这本来是70几年，迄是一田地啊。这个。它是农业用地啊，是田呐、啊，地方是田呐、啊這個。这个报告月。啊，伊那个。我们依法行政，没有什么贪渎的问题啦。对啊，都市从个了，即马是变作耕地，你知无？馆长，你敢知？这个台中市的。那时候是台中县的，台中县土地上的变更哦，这个也是属于咱彰化管的啊。对，那我们就是管理当时的，那是管理单位啊。我们就管理当时的现状，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法律而已、啊？那你管理单位你没有尽职啊？要不你土地去用起厝去，你唔知影，啊嘛无经过咱的同意就用起，这不是大违建？没有，就占用啊。那国家对啊，国家法律规定它是占用就是违法嘛。国家法律规定它有一个期限嘛。你期限之前就占用在那边了，我们允许他承租了。我对他有意见，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大违法，而且是我们现有的土地，然后没有经过我们同意的，去一间那个铁皮屋子的遐，啊，再来讲有承租，再来合法化，再来个承租，今麦要叫人让售，这对咱的百姓那讲会过？没有，那本席持坚决反对啦。你这个吼，我讲这种吼，就是咱县政府吼没有善尽管理责任啦，因咱彰化管有地遐尼济啦。伊阮去会看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没有申请建造，先起起来，先占理由走啦。不过只有人道问题，当时讲无几平无要紧，你若七零地当卖伊，伊若讲吼，咱就一人后壁间出四五平啊，哦，像咱咧去看，我嘛同意予伊卖啊，对不对？因为人有需要用。可是这块咧，伊边啊拢残，加伊起一个铁皮屋当阿遐，啊，因为那是都市重化，一个伊重化去了后，伊遐去用一个迄个铁皮屋起咧遐。啊！你这无是土地他人，无是啥？报告员。啊！这你堵住啊！你无管理又好啊？没有说土地啊！你只用这个土地他人那个，都对我太不公平。依法行政，他那一块土地目前的那个使用分区是第四种住宅区的。对啊。哦，那不是农地，他现在是没有，他现在是没有没有盖，可是哦，你看那是重点，可是他土地的属性，土地的属性，他第四种住宅区。你家登记嘛？105年的9月登记的啊。好。要不，伊只更改过而已啊。土地重划叫下登记日期105年9月7号嘛。这个我们现在是看他的那个到底是不可以盖的话，他现在是使用分区第四种住宅区啊。所以说你说他这个违规使用土地的那个也没有啊。对不对？那他住的那期限也符合我们的八二一。那我本席对这一块有意见。如果今天要等他过的话，哈，我在这个议会上，我就是提出那个记名
表决嘛，基本大家看谁同意，同意让他出售嘛，跟不同意出售嘛，记得议事主任的一点名嘛，登记嘛，看谁愿意让他那个赞成他去那个回杯嘛，赞成跟反对嘛，来大家决议会上来表决嘛。你这总统都145遍。就是我要求，就是说，如果这点要过，我感觉直接现场来表决啦。你要申要是要复议，是不是？要怎样？哎、欸，现在是要匿名登记嘛？对。要怎么弄？我感觉这有本席感觉啊，这个有图利他人呐、啊，还有我们县府的那个没有善尽那个管理的责任呐、啊，管定。从这里得要注意的。来，陈享寿美议员，你如果要现在要表决的话，现在你要提出来，然后现在四个同意，然后可能要修正动议，是不是？要修正动议啊？那你要提出来吗？我现在提出来啊。那有没有人复议？来，叶建远，先不对。报告议长主席哈。我是这小组的啦，啊，昨昏去看现场吼，因为主席是张雪茹议员啦，哎，拄啊无来啦，啊，无伊照讲，伊做主席来起来讲一下吼，因为这是阮小组大家算讲合议坐啦，啊，尊重小组啦。好，等一下，休息一下。
要等一下，要那个的。如果没有复议就不成案了嘛。好，那我开会之前先问一下有没有复议的。那议员要复议。好，因为，容我讲几句话了哈，这个是小组去会刊，那我们其他的议员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了哈。啊，我这边可有照片，我是不是能够请我们那个把它PO出来让大家看？因为大家不看，不知道那底底先做啥款啦，对不？啊，所以是不是讲，伊这是因为我手机会刊了后，我有甲那个就是有去把它抓下来了哈。大家看，大家看怎么样？就是说，这个铁皮屋，这是咱的县府的财产，总共145坪啦，吼，拢总145坪。因为咱土地去用起，咱唔知影，咱知业主只会讲的，讲伊唔知影，所以他这个对于他没有善尽。没有善尽管理责任义务啦，哈，啊，所以这哈管定，这你冇责任啦，对哦，这你也有责任啦，你没有监督好啊，去用去唔知影诶，啊，然后即马来，那像安尼，大家嘛听来咱管府的，有咱管府地来去占用啊，啊，来去起一个物件，啊，即马开来甲你要求讲，啊，你来承受来让受啊，而且这一个标案是这个不是那个公开招标的，这个是让受哦。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那根据陈享秀美的提案，大家有没有复议的？那没有复议的话，那这个案子就不成立啊。不成立，我本席要求说这个要求县府把这个撤案。那没办法、啊，你现在哪有那个？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路都走到一半的，然后又要倒退路，我不要那处理。伊这是违法呀、啊，没关系啊。那我在我违法你个狗嘛！我紧，那本身就是。大家拢要讲，开啊一半，火车驶啊一半，你要叫我目哭，我是变哪目哭？好啦，安尼我叫依法哈，来那个司法单位哈来告发啦，让你知道说我们这样县府的地哈，红占用去用去唔知哎，啊，既然佫想要拆出来的。国仔个无咧惊，哪有可能惊你这個？三八啦，国仔卖个无咧惊，惊你这個。这是让受，有独立他人的这些人。还有啦，就是我们县政府那个处长，你渎职啊，你没有善尽管理责任呐、啊。以上是本席报告。再请叶丽娟议员发言呢、啊。
多谢议长。本身吼，针对咱台中市清水段银联段吼，清水区银联段的2238-7及716-2D号的让售案，表示意见吼。知呀，借问一下吼，咱迄个716-2是安怎要让售？来，请财政处长回答。哎，谢谢议长啊，还有谢谢这个业余的关心哦。这个地哦，这个716-2哦，拢一个登记的面积哦，是登记的面积啊是2149平方公尺，差不多有649平。其中安尼池份哦是2529分84，换句话说，600几平中间21平哦，是安尼池份就对了。啊，这个其他啊，这个土地因为台中市政府要卖，已经完成处分程序。啊，要求我啊，恁就说恁彰化县的，我那配合一下，我那提完成处分程序，完了做会卖啦。是台中市政府叫咱做会卖，还是你主动讲啊？我对你来卖？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处分程序。你刚刚搞到跑头，是伊叫咱要卖，还是咱主动讲咱我你来卖？叫咱要卖。叫咱要卖。是。知呀。啊。人叫你就行。啊！你真好答，真好参详哦。啊，个迟婚的啦，啊，无懂我安尼位置在哪里？哦，你有真参详吼。来，你时常说财政困难，哦，你话计真歹话。我会记得伫旧年的时阵，本议会有成立一个财政小组，咱的土地标售案的小组，有去看一挂台中市足侪迄个商业区，足侪迄款住宅区，迄面积拢足大地，足水的，拢几啊千平，啊，地形拢足水，拢是商业区的隔壁，地形都非常的。地段地形都非常非常的好，啊！你阵你讲，迄若无卖，咱财政困难，卖起来要增加咱的管控。啊！你佫甲本社讲，感谢恁议会哦，甲阮即个社会福利吼，甲阮剁掉，啊！无我真正骗袂出来。你有讲安尼无？来，借问你咧，咱的财政困难该如何？开源节流，对不对？财源若好的时阵，要不要开源节流？开，咱的财源啊，真好的时阵，要不要开源节流？也要嘛，对不？而且钱要花在刀口上，对不对？不管咱的财政好与不好，这两个原则都一定要坚守，对不对？你有同感无？同感吼？啊，你为什么恁的财政困难，拢要靠卖土地来维持咱的财政？包月的，非卖不可吗？是八个月。伊个意思是讲，人个气温较大，咱气温较细，咱若无卖，人卖起了，咱剩一块块啊。咱后日讲较歹听嘞，要卖无人要爱，是安尼吗？这个八个月，这是所提出来那个土地处分哦，拢总差不多739平了。公告限制哦，它3800、3900万呐，3900多万，这完全不是财政的问题。而是针对土地使用的效益啊，这个土地要处分的时候，达到最有效益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拿出来处理。好，好不好？好啊，这个是基于说，你讲这摆所提出来，这厝的临时会提出来，才要标售土地，总卖起嘛3000几万尔。讲一句歹听的，对咱财政的补助帮助无大。为着要卖这土地，唔是为着讲要帮助咱财源，是不？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嘛。啊不，你为什么非卖不可？你为什么非卖不可？不是，我是说这个好这一块，这块土地要待中期，待中期政府的一个啊，待中期政府叫你就行。不，大家互相尊重一下。互相尊重，买就属性的。这块地，你讲咱持有较少，伊持有较侪。你如果呐站在彰化县政府把关，顾咱的财产，顾咱的财政，顾咱财源的话，不一定爱面呢。咱不一定爱卖呢，伊若要整笔开发的话，第一，请问啦，我想这尝试大家都有，工业地谁要标？工业地啦，这是毋工业的，彰化县政府甲台中市政府工业的嘛，工业地谁要标？一般常理推论，工业地要标，意愿拢足低啦，因为高高定啦。哦，你三块未清楚啦，标了后，啊，我嘛是甲你标七分尔，咱中央管政嘛阁占20几平的七分伫内底，
按这二十几遍，到底是怀咧头前路边，还是这边路边，还是这边路边，还是这边的咱的人路边后边？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对哇、啊！啊，这款情形之后，敢一定爱标，一定爱卖。咱若无同意要甲伊卖，大众市场原来无咧遐好卖啦。咱哪会歹等伊卖了，咱才较好起来卖。或者是换咱个卖倒转来，规地换咱来开发。人讲吼，要好业，毋是靠死欠硬欠，也是卖财产来拿东墙补西墙，财政毋是安尼花呢？爱看安怎对咱财中央管政府较好呢？即块地无一定爱卖呢。我想咱若无同意要卖来讲吼，伊若要标的意愿吼，我甲你讲，相对着降价足济足济足济啦。本地吼，阵若有十个人要来标，敢剩无一个要来标？各位，真正的道理嘛，强到底谁要标？第一就是地主嘛，即块地强业者，两个人强业的，我来标上下，还是你来标上下？啊，你要卖，我唔卖，难标，其他第三者要来标以外，有够低啦。啊，就配合大众市政府嘛。你讲你讲财源，迄毋是讲伊大地卖掉，咱细地后摆无人要爱的。不一定呢，细地咱就敢讲无好势，伊即块地要开发的，你敢知？要怎开发？无敢讲到咱好吼，伊是要怎去开发？要起嘛未起的，要卖嘛未卖的，为什么要跟着台中市政府起舞啊？该过我拢互你过，有讲哦，人有人诶民间要来开发的，也是讲都像各几啊块地，像咱咧迄个有一个卖。买啥素食面迄间啊？才五六平啊，尔人伫遐做生意做甲遐好，五六平，予咱第一个乡亲去好好啊有一个生计通去行，这我拢赞成。就事论事啊，即块无一定爱卖呢，你敢真哩卖着？咱囥哩反正后日较好过俩。当然啦，议长我嘛尊重小组啦，个人是针对即块持少数意见啦，所以为即块可以。给我们财政处很大的省思，以及彰化县政府很大一个反省空间。土地不一定讲吼，人来提出买卖就卖，这块我相信哦，台中市政府很有可能已经有买主啊啦。来招人讲成全因啦，啊你想要倒去配合人演出，你家遐无主见，人招你就行。我招你等下来啉烧酒，你敢要跟我去？我叫你不可对吧？要自己有主见呐、啊。所以针对这地有本事有意见就是安尼。台中市政府伊到底啥物法动机之下要来卖这地，我无去甲了解，我嘛无需要甲了解。但是咱个是个咱彰化县政府的财产，咱无一定要对人行，嘛无一定要配合人演出。啊，有些话讲吼，好人袂好人帮人算钱，个人笑人憨呆，啊，敢无这样唔得嘞？啊，彰化县政府敢真只无价，只无品，去予大众，去予社会，去予社会观感，去予咱大众市政府。啊，彰化县政府足好骗的啊，叫来就来，叫卖就卖，这阵也无卖，我这阵就歹开发，嘛歹标嘛标袂出去。哦，因到代志敢无关系哦？所以财政处啊。你讲你要严格把关，顾财政，顾安尼敢对？你有失职吗？啊，敢无欠周到、欠数量的所在？等下再请你讲，过来讲这块2238-7这块，这块吼地形足奇怪，一块地四四角角啦，拄啊错角出过去啦。这边角，我路边号做绿地啦，这边角号做肉地啦。啊，你讲肉地若无卖，边啊这块绿地，啊那嘛无法度开发，干安尼？你拢无去想呢？迄块地画做绿地吼，真的是有鬼啦！迄有鬼啦，因为这是专业问题，可能毋是财政处你的专业领域啦。啊，我想咱的地政处长应该着稍微会知影地用，迄画安尼是合理也无合理啦。啊，你这块地标出去了后吼，会当用新管道去变通，你知道吗？变通了，迄块地着细细格格做好利用，你敢不知？迄块地围着绿地，当下我们昨天好几位议员去现场会勘，都认为那个绿地画的真的是有点奇怪。啊，你要配合台中市政府的演出，甲你围安呢？啊，这块地就贱卖，紧就卖袂掉。啊，这地形卖了，歹卖啦。
恁拢无咧用头壳，拢帮人算钱，搁用笑戆呆啦。财政处，我希望讲吼，你除了甲咱财政吼，会当予伊平衡以外，嘛希望讲你甲咱财产搁好势，真真正正土地卖一地减一地，咱当年当年。历任的县长，历年的经验，拢同款，拢有在卖土地，总有卖了的一天嘛，对无？讲较歹听咧，你坐吃山空，你土地一百地卖一地去，就剩九十九地，渐渐买有一天嘛卖完，啊卖完的时阵要怎办？啊，真正靠这卖财产来平衡咱的收支，平衡，安敢对？啊，这不一定爱卖啊。就像我们去看好几个台中清水五车，足侪足侪精华地段，难道你对我们的魏明谷县长连任没有信心吗？虽然啦，即卖迄个民调吼，你讲啥物，咱彰化县原来是算讲是危险区的一区啦，但是民调县长啊，免甲烦恼，民调袂准啦，你做好就好，免想遐济，迄袂准啦。啊，你对县长无信心吗？县长啊，连任没后改再来呗。较好过你啊！即马等你蓬勃，等你开发，等你发展，你即马甲卖介绍一定较歹嘛，搁扛免三年，绝对绝对吼翻倍。啊，我讲较保守，免两年，我讲三年，绝对翻倍。哎，急即马要卖，了袂啊见啊，真正败家子啊！甲中华关的财产吼贱价售卖无疑，啊后日嘞，那无地通卖时阵吼，中华县政府那收支不平衡的时阵，举债那超过上限的时阵，啊，都关门大吉，啊，叫咱的县民要安怎办？你难道对咱魏县长连任没有信心吗？有，有，哎呦，你后家再来卖就好，还是要再去卖？开源节流，开源节流不是挂在嘴边讲的，是要实际做。钱的话在刀口上，你们都会讲，有做吗？有做吗？有做吗？有做真的进的有？你讲有，议员讲没有？到底是你讲的对，议员讲的对，我感到道理讲的对啦。看在眼里，我们最真啦。所以讲吼，针对这两地吼，都虽然你讲的，你这摆所提出来要卖这土地，总卖起来，拢总嘛差不多三千几万尔，三千多万对管政无啥物。大的帮助嘛，无什么作用。但是这是一个原则跟咱的责任跟咱正义的原诶一个问题。你做一个财政处长，你爱把关把好势啊。唔是讲，人讲好做，不要说善小而不为，不要说什么恶小而为之，嘿对啦对啦嘿。嘿，气节遐嘛，我就袂记得。诶，唔是安尼嘞，唔是土地税吼，卖起来无啥钱，无紧卖，无紧无彩地啊，无彩地啊，无彩地啊啦，逐地卖，有一间互你卖了啊。所以讲你大地好价时阵叫伊留一阵嘛，留两三年再来卖，你唔卖，你唔听，干要伫即马吼，俗价低迷的时候来小小甲卖掉。啊，你细地，啊你搁看无在眼来，想我爱细地卖掉嘛，无差到一块啊，无差到一寸啊，无差到一二十几平。你拢无在想讲，咱将来咱彰化县的财产有一天也卖完去的时阵怎么办？所以伫遮吼，知呀，我要甲爱姐资料，你甲咱所有彰化县的彰化县的所有财产土地，你资料拢给我，吼，然后还给我评估讲，这土地如果完全全部都卖出去的时候，能够得到多少的价格？因为你让我一个。试算的方式嘛，对不？啊，你给他试算出来，看彰化县目前还未卖去的土地当中偌济。如果这土地了完全拢照恁的意见、照恁意思，很顺畅的拢完全拢卖掉的时阵，会当卖偌济钱？这资料当时会当给我。包远，我就我财政处所管理的部分提供给你了，因为我们用彰化县的土地嘛，为了地政的管理也要大地啊，这个。是啦，各机关都有。那我就财政处部分，好不好？你干嘛在卖管？中华管政府，中华管政府买咱的土地，我是讲吼，中华管的管账会当出售的土地啦。我才不会公用保。你听我意思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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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出售的，可出售的，
预计可会用卖，会用出处分的。这个可出售、可处分，今天可出售、可处分，明天搞不好又变，又被变更为。啊，你不要讲这個，我现况现况给你啦。现况现况，无咧使用，无咧住，无咧公用，啊，有租人诶，有租起嘛可能卖啊，对无吼？可以现况可以出售的土地，安尼，当作几笔，主笔给我，然后。我无主笔，我要来给你对，你也乌白甲我骗的。骗起来，准人讲一千银，你啊骗讲吼，才五十亿的。我对无？九十几公顷的。啊，你有资料啊？我就是要你这资料，我才能够。我统计，我听到你怎么讲。我就是要你详细的资料，我才能够很落实的、很正确的来监督宪政。正确。所以你每笔都给我，然后单出来看这笔土地，比啊，比如第一笔地段伫倒，我几笔。目前若卖出去有通卖偌济？第二笔，安尼听好无？主笔拢给我，我要了解看咱要通冻几年啦？安尼了解无？这第一点，吼，要给我，好不好？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我你的每笔哦，这个可能还要去。啊，无紧啦，你当时要我你讲啊，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我三天之内。好，等你哦。嘿，好，嘉豪议员也要哈，都给阮，给阮了解者，然后伫遮。我阁足严肃，甲你建议以后要捧土地来予议会审的时阵，拜托你本着你的良知，本着你的专业，本着固守彰化县产的原则而行之，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帮人算钱讲笑算盘，做会到未？我都是秉持这样的原则在处理啊。啊，你我拄则讲一个人会放屁。对，我最高，你按共同最高的，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处理啊。好，啊，你后摆还阁像这，说只有这两块这样呢吼，然后这个问题来讲吼，袂贵哦，唔是讲你捧出一定啊，让你贵哦。哎，了解。嗯，希望知呀，你也真辛苦啦，希望你好好做啦。啊，伊某安尼吼，牵咧空空行吼，啊，食老吼爱老命，你听有无？是是是。哎，医生。是。针对县府提案第二的话，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就这一按照审查意见部分通过，继续进行审查县府提案第十号案，请议事组同仁宣读第十号案。第四号案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本府办理105年风灾产业专案辅导措施计划补助经费14,687,000元整，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第几号？针对第十号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就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号案。第五号案为办理推动绿能等相关业务经费计新台币118,600元整，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这张好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就照审查意见通过。来，请第几号案？第五号案。谢谢议长哦。35号针对我们的第五号案提出一些意见了哈、哦。因为我本席是当小组的哈、哦，本小组的，所以伫本小组审的时阵，本席有提要求讲咱提供一个资料，本席啊，本席因为伫开会煞才提到啊，所以今仔日针对这案本身的这个经费无什么意见。好，但是针对讲咱的迄个绿能的部分吼，伫遮分析要提出咱个替咱的国民甲管咱的国政府叫屈啦吼，因为咱的绿能这个部分，咱看到讲，因为最近咱迄个前瞻计划的部分，我替国政府咱的计划处送出来资料，咱的绿能部分并无争取到任何的费用吼，因为这个部分，关于咱这个
这个前瞻计划，咱彰化县政府是各单位来申报中央，还是由计划处？因为本身了解起来是讲，讲计划处统一会诊去中央申请啦。啊，县长你唔知怎，最后的结果是由计划处来处理，还是各局处自己来处理？对中央的部分。对。那个县长，请县长回复一下吧。来，请县长回答。主席啊，回答张议员的问题。这个行政院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是我们彰化县政府每一个局处大家有需要哈，我们都把它拿出来，包括乡镇公所，让弄中弄个补开。当然补开不一定弄中合理啦，好，但是到时候到最后，我们当然都是会到计划处。但是我们去台北报告的时候，局处都有去。感谢馆长啦吼，因为不只只顾到咱迄、那个啊，咱报纸和媒体报道的部分哦。3月24号，咱的计划，咱的林德宇林处长跟计划处长都提到吼，包括里面其实它里面只有提到三个，就是属于那个轨道部分吼。农总也补助，也经费是157.87亿啦吼。啊，内底咱的处长有提到讲，伊的中央的补助是69.33亿，咱地方自筹69.62亿。这个部分是毋是爱请咱的计划处是毋是做个说明，看计划处了解无？因为这个部分伊包括三条内底有两条是咱甲一个台中甲咧申请的，一个是甲南投甲咧申请的，是嘛？咱计划处长当做条说明。来，请计划处长说明。谢谢主席，然后。计划处这边回复那个议员的那个提问哦，那个刚议员提到就是有关于那个轨道建设部分啊，那目前是中央已经去提到核定的部分，那他这边的配合管其实还需要再等待他整个前瞻基础建设的一个条例通过之后，我们才会去确知道实际上的那个地方的配合管，那现在只是我们依照往年的一个经验值去做出估的。往年的经验值，前瞻计划不是这次才有的吗？以前有吗？没错。啊，总会往年总会有经验。因为以往的话，如果我们这地方政府配合到中央的建设，都会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配合款的部分。那因为这部分哦，也昨天提供给委员的这个资料里面，我们也跟委员报告说，后续的一个配合款部分还需要等整个前瞻计划确定之后才有办法提出。那个处长，请你讲到昨天提供的资料，本席这里有相当大的意见哦，因为本席希望你提供的是里面的细项部分，最起码让我知道有哪些项目是我们争取的。你提供了5个点，里面包括我们绿能完全没有提到，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哦。本席不晓得你在搞什么东西的。那本席现在提醒你一件事情，最好你讲话要据实说明，在议会里面。哦，这都有录影存证的。好，那本席这里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里面提供的资料相当的不详实啊，包括你刚刚讲的，其实轨道，我替县长抱不平，就是说，你们上次说的从带着我们所有的局处室的首长上去争取，要争取1024.16亿，结果下来目前只有是真正属于彰化只有18.92亿，这情何以堪？那彰化在这一年来一直在沸沸扬在讨论的，要绿能，要风力发电，要太阳能发电。结果我们在太阳能发电、在风力发电完全没有争取到半毛钱，甚至包括我们计划处提供的资料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属于我们绿能的部分的一个计划。这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本席在这里再请处长再说明一次，我们为什么争取不到钱，真正争取到18.92亿？为什么？什么原因？你讲出来。报告议员，那个我们争取到的不只是18.多亿啊，那提供本席这里已经跟你讲过了，真正属于彰化只有彰化三件里面一件是台中的捷运绿线延伸彰化，一件是南投积极的跟彰化的，真正属于彰化的自己本身的就只有18.92亿，不是这样吗？回复议员的提问哦，那包含这个捷运绿线部分是台中彰化这边的话一起。然后那个积极支线改善的就台彰化以及跟南投，那田中高铁站到田中站的部分就是出安全属于彰化。好，那本席再问你一件事情，我们的铁路高架的部分，总共我们提出去是提出多少钱经费？这部分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铁路高架部分的话，因为不属于前瞻计划里面的新兴或者是已核定的。然后它是属于年度的一个计划编定，那目前
公务处这边已经送交通部这边在做他一个核定的工作。处长，刚刚本席跟你讲过了，请你照实去说了啊、哦，没关系。那我们请那个咨询师帮我 po 帮我啊上一下那个咨询是零七之一的那个 PowerPoint。哦，这是我们的媒体报道的部分啊、哦，我们的处长讲的是从新闻处长讲的中央69.33亿，地方是自筹69.62亿。为什么本席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刚刚讲的三件里面有两件是跟台中的，一件台中，一件跟南投的，所以这个事情写的不清不楚哈，这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了。为什么中央的补助款不到五成？过去中央补助款的几率好像这种几率不太多了啊、哦。这里跟你提醒一下，那麻烦下一张哦。我们这一张的表格里面哦，写得很清楚哦。我们的轨道的部分，它全106年到113年，全部的计划是4241.33亿，它里面这些全部都已经核定完毕，哦，这些经费已经全部都核定完毕。所以说你在轨道的部分，我们的铁路高架想要从这里再拿到钱是不可能的啊、哦。那其实另外还有一点，我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就另外一点绿能的部分，我们总共是243.15亿，哦，243.15亿，也几乎都核定完毕了，剩下3.4亿是一个平台的一个建置的部分。哦，这个部分，处长你说我本席这样讲对不对？报告议员对。对嘛哈、哦，所以本席刚刚就请你讲实话。其实据本席所了解，我们的前瞻计划很多都是过去彰化县政府、各县级政府跟中央申请已经在案的，包括已经总统同意的、院长同意的，他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就所谓我们的前瞻计划里面的内容。那你们都一直没有跟我们的议员、跟民众讲清楚，说你们争取多少钱、多少钱，结果呢？但是这里本席要跟县长讲，真的县政府的我们的各局处是要打屁股，为什么？里面所有的资料，他要准核准我们的资料里面，彰化县政府少之又少，表示我们这两年县长我们的团队里面跟中央申请的案子太少。那至于说我们公务处的铁路高架化为什么没有上，原因是什么？自偿率太低，中央政府认为自偿率太低。那另外第二个因素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三型车库的问题，还有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因素？是因为我们的机务端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请县长说来说明，好不好？来，请县长说明。啊，主席啊，跟长野报告有关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轨道运输的部分呐，哈，台中啊，这个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那是咱建处的。林佳龙市长，伊是不被延伸到大坑无轨，好，啊，因为要经过我们彰化县，那是因为经过我们的行政区，当然将来是他们经营没错，但是那是咱彰化县政府要求的，啊，但是咱的要求是要求讲要用到鹿港去，伊无准啦，伊讲你先做到彰化，是按来说138亿，那是我们争取的，因为延伸到彰化，林佳龙市长他没有报，他要往北延伸到大坑。伊家己无过，啊，咱这个案咱有过，吼、哦，所以爱我直接甲大家讲，这是咱啊绿线延伸到彰化是我们争取的，吼、哦。那至于说哈、哦，其他像你说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伊嘛是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伊是列入第五项，也是城乡建设十大信五工程之一，吼、哦。所以有些东西，因为特别条例没有通过啦，他还要再办五场。这个公听会、哦，有一个绿能公听会、水环境公听会、哈、哦、轨道运输公听会，还有城乡计划的一个公听会。所以、哦、因为大家拢意见啦，哈、哦、啊，大家拢刚刚不久啦，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法案也要推出来，也要希望说立法院在这个会期能够通过，说他办理这个公听会，这个大概是初步而已。还不是真正的一个定案、啊。好，谢谢县长哈，但是请坐啊。本席这里要跟你再也一样提醒县长一件事情，好，一样提醒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现在你汇整出来的资料里面，总共是872.49亿，扣掉我们的轨道系统434.51亿，剩下多少钱？
剩下400多亿。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前瞻计划里面，所有是总共金的是8824.9亿，再加上地方跟那个自筹的部分，加起来是1.4兆。你彰化县政府提出去的申请，只有这样子，你能够对得起彰化县民，跟对得起彰化县政府吗？跟真的对得起我们彰化县议会吗？总共1.4兆，你只有提800多亿，扣掉轨道系统的部分，他不给你的部分，剩下400多亿，你能够说你对得起我们的县民吗？包括你一直在强调的绿能部分，全部都已经喝完了，你有拿到一笔钱吗？你有争取到任何一笔吗？全部几乎到台中、台南。哦，麻烦下最后一张哦。本席希望了哦，机会是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魏县长，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你去争取1000多亿？只实际上目前本席所了解到就是这样子而已。包括你刚刚讲，即使算是跟别的县市在一起合在一起，也才100多亿哦。那轨道刚刚讲过4000多亿哦，然后绿能部分总共是243.15亿，已经核准239.75亿，好，彰化是零，好，剩下3.4亿属于建平台建制的部分。那数位建设460.69亿，没有看到彰化县任何的申请资料哦，除非你们的处长隐瞒没有给本席资料，不然在我本席所拿到的你们昨天提供的一个资料里面，5项里面没有任何提到所谓的数位。好，那另外水环境建设计划2507.73亿，已经分配的有723.43亿，彰化目前也是零，目前也是零，里面看不到。在中央核定的资料里面，标注县市的部分，彰化也都没有。所以县长，本席要告诉你，真的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希望不要再让彰化县民失望。以上，谢谢。那针对第五号案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号案。第六号案为内政部营建署城乡分署补助本县办理106年度新兴中长程计划、都市计划疏土重置暨整合应用计划103至107年、永靖乡106年度都市计划疏土重置暨整合应用计划所需经费78万元整。补助款36万元，配合款42万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定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这一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七号案为经济部能源局补助本县办理彰化县节能推广示范计划，所需经费计300万元整，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定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第六案吗？第七，针对第七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啊，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八号案为经济部水利署函示增加补助本府办理流域综合治理计划106年度拟办应急工程第四放水路东华里段护岸应急工程。经费900万元整，补助款738万元，配合款162万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定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最后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号案。第九号案。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本府办理106年度学生辅导諮商中心增置空间设备，经费新台币286万2000元整，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第九号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没有的话，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号案。第十号案，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本府办理106年度辅导教师人力运用计划，含专任辅导教师薪资及兼任辅导教师减授课终点费，经费新台币89,196,000元，其中1,732,600,000元补助款1,612,4400元，配合款1,201,600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定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县府这一号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号案。第十一号案，为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补助本县办理黎芳园北管乐团保存研究案，总经费合计新台币50万元整。补助款20万元，配合款30万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这个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个案。第十二号案，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本县办理106年度彰化县遗址巡查监管计划案，核予计划总经费新台币85万元整，补助款68万元，配合款17万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最后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三号案，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本县办理限定古迹分园装艺场紧急保护钢棚架工程设置计划案，透列预算经费计241万元整，补助款150万元，配合款91万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定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最后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就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四号案，为办理106至107年彰化县鹿港天后宫24组具古物潜力之文物调查研究计划，所需经费135万元整，补助款81万元，配合款40万5千元，鹿港天后宫自筹款13万5千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视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规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针对最后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就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号案。第十五号案，
为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补助本县办理文化资产保存修复及管理维护补助计划 C 类民俗及口述传统类补助案共三案，总经费合计新台币240万元整，补助款90万元，配合款150万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四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归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来，针对这号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就照审查意见通过。下一号案。第16号案，有关文化部补助本县办理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迁繁鹿港再造鹿港历史现场核定分年计划，总经费新台币2亿9100万元整，补助比例为80%，县府自筹比例为20%，本年度经费共计2722万元，补助款2177万6千元，配合款544万4千元，因未及纳入106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及部分计划经费采分年编列，以一次发包方式办理，四编列106年度追加预算或107年度预算归垫转正，提请审议，审查意见，同意办理。各位议员对第16号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啊，照审查意见通过。那本次议程县府提案全部审完哈，继续审查临时动议。本次临时动议的议案共有6案，请议事组同仁宣读。彰化县议会第18届第13、14次临时会临时动议案，临第1号案，动议人赖岸章，案由建请县府与本县择一适当地点新建228纪念馆或纪念碑，借以推动和平，并弭平受难家属伤痛，进而达到族群融合目的案，办法同案由。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送县府研究办理。来，继续宣读，宣读完再一起问好了。好。临第2号案，动议人赖泽敏，案由建请锦树建制本县观光导览 APP 手机应用程式 for iOS、Android 等系统，以提供县民或游客最佳及完整的旅游服务资讯，以力推动本县观光案。办法同案由。临第3号案，动议人游正雄，案由建请本会紧速成立园林国宅专案监督小组，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及监督有无贱卖国有财产案。办法，专案小组于成立后应依规定期限提出结论报告于大会。临第4号案，动议人许淑伟，案由建请县府于彰化高铁特定区之产业服务专区内筹设成立医学中心，造福南彰化居民之就医权利。办法同案由。临第5号案，动议人许淑伟，案由建请县府规划设置赤水溪田中镇中南路段1074号保安林水源水质保护区，以保护水资源及自然生态案。办法同案由。临第6号案，动议人许淑伟，案由建请县府编定二水碧云禅寺为有形文化资产，以维护民众信仰中心及重要资产案。办法同案由。来，针对临时动议的2至5号案，各位议员有没有其他意见？那没有的话，就除第3号送本会研究办理，其他就是送县府研究办理。那本次会期所有的议案已经全部审议完毕。各位议员同仁对县政建设有没有其他要发言的？
来，请来，我先举手一下。好，先请当中的议员发言。哎、欸，因为我想等一下先手再举一下，例行公，例行公，你先发言。啊，谢议长哈、啊。因为今天等一下有那个先会议员。这里先啊、首先啊、本席要请问我们的环保局的局长哦，因为上一次我们刚啊、这次会期第一天开会的时候，环保局局长有提到有一些有关我们那个台化的一个书院决议文的一些一些事情哦。本席先相当感谢我们的局长的努力了、哦、也感谢我们林世前林议员对我们彰化县民的一个关心。那本席这里也一样关心我们彰化县的县民、彰化市的市民。那这里我要请我们的环保局长做下解释哦，因为基本上依据本席所了解哦，因为我们的一个这个空污的相关的法令哦，应该是在87年以后才由地方来做制定来做管理。那台化案到底它的当初的核准是什么时候交到我们彰化县政府来？是不是请我们的那个环保局长说明一下吗？谢谢议长，谢谢张东进议员对台化的关心哦。那台化气电共生的环评哦，这个部分是环评法施行细则是在104年的时候修法，那正式以把主管机关的监督权移到地方来是105年的三月。但是许可证是本来就是县地方政府在审的，但是环评的监督的主管机关是在105年。因为照我们那个环保局这边跟我们的法制跟我们媒体所披露的讯息里面是提到说，过去发这个证啊，上一次发是环保署发，不是我们县政府发的，是这样子吗？哦，这个是不正确的啦哈。那许可证本来都是彰化县政府发的，只是说在环评的主管机关的是有差异的。哦，所以说我们的媒体误解你们的意思，但披露出来之后，报章报道出来之后，你们没有做适当的一个说明就对。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全部就是由彰化县政府来做一个发照发那个许可证的一个动作，意思这样子吗？对，那是从105年三月份开始，那个环评的部分才转到彰化来做一个处理，对，是吗？是。那本席这里请问我们的环保局局长，你对于这个部分，那天你有提到说要请我们的律师在研议要来做赔索赔哦，不当利得的索赔，你有没有信心呢、啊？这个部分我们从诉愿决定之后啊，我们陆续有邀请律师，因为我们的林德宇处长对外的宣称就是我们县政府大胜嘛，这个是值得恭贺恭喜的啦。这样子县长那上次签了一张，他要付那个国赔的一个赔偿，他就可以比较放心一点。虽然县长做了点小手脚啊，然后依法办理，有很多人跟本席讲县长这个小动作做得相当的漂亮，但是本席这里也要替县长觉得开心啊，高兴，因为可能。我们的环保局，你这边你认为我本席刚刚讲的，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国赔？我们不认为说这个有具有国赔的要件。是。那本席这里也支持你，我们来跟一起来跟我们的相关司职跟相关的一个单位，该赔出不当利得的部分来做索取了哦。那本席这里。上次请县长签的，这次拜托你帮我签一下，因为你好像从来没有签过这种东西哈、哦，让你感受一下啊、哦。台化书院案，彰化县政府大胜，并承诺为县民追究不当不法利得，因此即不可能有国赔事件成立，故若不幸造成县府需做赔偿，本人愿意用个人的财产哈，看一下没有问题，麻烦你帮我签一下。
不用写那个依不用再写依法了。那个县长他不支持你，不支持你。你嘛有，你嘛有，免紧张，大家拢一张。好，这个哈，我唔知讲哈。管长赢到底是议员支持管长赢，还是议员希望讲管长卖赢给台湾赢？我签给你，我支持。哦，爱讲清楚，嗨。我支持，我不签依法办理的，我只要签名字就好，哈。好，日期4月7，好。OK。好，那这张送给我们县政府，说。因为我也是彰化县民，所以来给我就好。所以，假如说有任何的赔。再耽误县长一分钟时间。本席为什么希望县长再签一张？因为上次你签了一张，很多的选民认为县长不够诚意。那刚刚我们能发现，我们的局长并不支持我们的魏县长哦，他不够诚意。我刚刚提到，是不是可以不要签那四个字？他还是签了。那在这里，东正要跟县长提醒一件事情，因为刚刚局长讲得很清楚，照是谁发的，其实都是公家机关发的。这个诚信信赖的原则，本席提醒县长。那假如说真的要去不当利得的人的话，有可能我们的县政府环保署可能都是共犯，都是共犯结构，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谢谢，以上。来，先请赖安章议员发言。那有登记发言的有曹家豪议员、赖清美、徐淑伟。肖文雄、刘淑芳、叶丽娟，有没有没念到的？好啊。那等一下先请，今天因为那个，等一下有那个谢燕威议员的外婆是不是？的告别式，阿嬷哦，所以请大家那个时间要守。来，请赖安章议员发言。哦，多谢局长哈。啊，本会当然啊，新闻媒体先进哈，咱。为馆长啊，所有的属性，大家辛苦。而且本席啊，相对于啊，咱馆迄个馆长的固执吼，啊，而且有这个发生火警，啊，要来询问到啊文化局长局长，你才来文化局无偌久吼，啊，拄啊好去拄到咱彰化市吼，啊，阮迄个关帝庙，啊，伊后殿伫前阵啊吼，啊不幸，啊，因为后壁。有人在起厝去摕皮屋吼，在拆除房屋，了迄个火势叫落来，啊无说你去引燃，伊个拢是木造的吼，诶古迹的迄个后殿，啊不行后殿来烧去，啊不是所知啊，咱文化部本来是有甲文咱文化局有甲文化部啊申请一笔经费，敢若介绍2000几万啊偌济吼。要来作为修建啊，咱这个关帝庙的这个经费，但是因为金额核扣了，都还袂拨落，要拨落进前，才无偌久，才拄啊好，拄啊要拨落的时阵，啊发生这个火警，啊，把这个经费煞拨无落，啊拨无落，即马来文化部阁再度来复检，来鉴定了后，啊，才要来重新
啊，这个核定着金额，甲未来修建啊，这个啊结果了要哪来修建吼？啊，请你甲大会报告，这个关帝庙目前啊，这个整合的进行进度甲什么情形？因为甲什么在什么时什么进度甲到位？因为啊，这个后殿的文昌帝、文昌君、文昌殿吼。啊，是彰化是真侪人信仰的所在，你就知影吼。啊，咱最近考试要到了吼，真侪咱的士大人，大家吼拢真疼囡仔。啊，包括唔难讲考试考，迄个读册考试啦吼，包括真侪咱公务人员考试吼，啊，公教的啦吼，要高考普考，真侪拢会去拜咱这文昌君，哎，文昌君嘛真灵验，啊，真侪饲了咱的信徒，啊，嘛真唔难讲，这个文昌殿的修复进度会再较紧的。啊，咱即马就是用这进度，甲什么情形，借着这个机会，你机会吼，啊，这电视咧转播，你起来甲大会报告，甲咱彰化县的县民、甲市民报告安尼，啊，局长。来，请陈局长回答。啊是，啊，感谢主席，感谢议员吼，罗议员，啊，直接针对咱彰化市的这个关帝庙的状况吼，向大会来报告吼，啊。关帝庙伫咧未发生火灾之前吼，由咱即个文化局来向文化部的文资局吼申请2700万的即个整建的经费啦吼。啊，迄阵啊无发生火灾吼，啊未啊即个火灾的状况呢，其实毋是按内底烧起来吼，即个部分咱消防局嘛一定已经有予咱文化局即个监视的报告吼，啊即个监视的报告的。发现的是讲，这火是按隔壁的这个热时间啊，迄灰灰落落这个关帝庙吼，啊来造成这个古迹的损失。啊，阮文化局嘛，照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吼，来根据消防局所提供服务的这个监视报告吼，来向相关的施工单位吼，来请求赔偿吼。那这是文书法内底规定的部分。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现主席其实2700万的这条经费，咱已经争取到啊，嘛已经落来啊，嘛已经交由这个彰化市公所来办理发包的这个工程吼。发包未？目前还未发包，因为呢，因为当伫咧上网招标的时阵呢，来发生这件代志。啊，所以呢，这个发包的工程就暂时先停落来。停落来了后，伫二月初九的时阵，文化部有来这个关帝庙吼，咱伫现场会勘了后，当现场有甲这个彰化市长吼，区市长吼，啊，当时伊原来是这个关帝庙的管理人吼，啊，文化局是属于这个主管机关，啊，关帝庙诶是这个彰化市公所以及这个。这个主委吼的这个管理人是属于这个管理机关，啊，迄间有来协调，文化部希望讲，这个2700万的案件已经先撤案，撤案了后呢，重新搁提一个新的案例来，因为状况已经无同款了嘛，吼，势必经费一定会增加，啊，希望这个彰化市公所已经撤案，重新再提案。是彰化市公所撤案，还是你文化局撤案？彰化市公所因为因为这条钱呢是真的是彰化市公所咧办理发包的工程，所以文化部希望有撤案无？尾啊，甲这个管理人吼，对，甲这个市长一直甲市公所这边来协商吼。这个市公所是认为讲，先因是认为讲因无爱撤案啦，吼，因为尾啊，佮经过建筑师来评估吼。大概爱阁增加1000万左右的经费啦，2700变3700就对啦。对，大概是三千。啊，3700即马进度啊，啥物情形？啊，3700，因为补助的经费只有2700万尔嘛，吼，啊，所以差1000。啊？差1000免啦，差1000对。无啦，包袂出。对，差1000。啊，如果若无撤案的话，如果若无撤案，得爱由即个管理机关自行来负担啦。管理机关是市公所，吼？市公所以及即个。以及这个关帝庙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那有钱，他要出1000万。对啊，所以这点其实我有跟这个市长来协调啦，吼。
啊，市长是认为讲，因为这个关帝庙，拄只咱罗议员毛讲到，关帝庙是真侪咱彰化人这个啊拜拜考试的这个中心，啊，所以呢，现主席因遐原来有咧募款啦，嘿，哎呦，啊，市长是认为讲，啊，你要募啊钱，要募啊当时，安尼间庙要起个，安尼都还不尽职啊，你安尼哎安尼敢对？是啊。因为这个主管，我甲市公所沟通者，你撤案了，干脆由文化部专业补助，你讲民间的落去募款。报告议员吼，这点我有甲市长这边来沟通啦吼。市长是议员啊，反而讲撤案佮提案速度上慢，当然文化部以及咱文化局拢有甲市公所保证吼，咱会用上紧的速度来予伊承案。即安尼时间关系，你这个案吼，爱赶紧甲市公所做好一个协调的工课。赶紧，因为真侪人，因为自小期你也觉得目前基本是希望讲会用，拢无咧叮当嘛。啊，无着恁的内底内部协调，那百姓唔知啊嘛，当作讲啊，恁庙内无咧叮当。我你即马讲才知讲，啥物叫庙爱家己去募款，募一千万，募来斗三千七，安尼就感觉就怪怪啊。嘿，安尼本来是你，伊毋是限定古迹，是，对啊，啊，关键古迹那是由民间家己咧募款，安尼都唔对啊。对，阮是希望讲已经撤案，重新再另立一个新案。你甲市公所这边阁赶紧协调看嘛。不过甲市长沟通过，啊，沟通过，市长是真坚决认为讲伊来募款会用来处理迄一千万的这个缺口。市长安尼哦，伊讲伊。是啊，当然，阮也有发公文，请市公所给阮真明确的答复。迄个马万江那样张议员的麦克风打开。像这遮要紧的代志吼，我唔忙吼，爱深思熟虑啦吼，含钱都搁等下看嘛咧啦，无因为迄要无先无个安啦。无三当两当无袂起来，按迄庙三当两当拢卖做。是啦，所以阮是希望讲会用尽快。明日代表阮二万这边斗协助的吼，斗协助较紧就创好势吼。啊，另外我讲完，你这了私底下再答我一下。今麦彰化市吼，你讲我看报纸看，真济咱彰化市讲的所谓啊，都古屋、老屋、老旧建筑，迄款咧有迄是毋是有保存的价值？啊，连续彰化市去用拆讲拆五栋起来吼。啊！这活动听是啥物情形？所以讲，你请想这，你嘛爱去做一个文化人，文化局长。迄讲我网络上咧讲起你讲，你做你啊做局长啦，彰化市股无拆了，股市拆了，啊是安那是伊来是。是啊，我想这点甲大家报告吼，因为很主席拆第一，伊是私有财产，伊是私人的；第二，因拢也无身份。都还没有身份，也就是讲，这私人的财产自行要处分。啊，当然有的厝拆到一半是讲，因为伊在处分的时阵，啊，有这个真热心的团体，啊，伊就来提报。不是啊，我咧讲，像这媒体咧报的时阵，遐文史工作者咧讲遐拆厝的工作的时阵，啊，新闻媒体敢无来采访你？啊，你敢无甲媒体讲？无啥啦，哪会拢无去牵到你讲的部分？啊，家己完报告吼，其实咱的媒体拢了解，啊，很主席，因为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所以真侪是伫网络上讲的啦。网络上是伫咱所有款媒体拢有平衡报道。那也，媒体话，那也，我时间够好啦，我。是没有，你三问题，但老会哦，你个水平够顶够嘛？本身再过来探讨看嘛嘞，像这这真严重嘞。陈局长，你请坐。好啦。继续，曹家豪，曹议员。那个曹议员，时间上麻烦您个。谢主席哈，县长，我们县府一级主管，还有我们的一位同事同仁，还有我们所有的媒体先生记者，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建设处好了。处长，咱伫三月二九定临时会头一天煞，我有看到你甲工务处处长会后，恁有归国宅，我请问您，恁去国宅看了什么情况？请你简单回答我都。请建设处代处长回答。感谢主席，感谢曹议员哦。迄天咱议会煞了，我含干部处长赶去现场啦吼。伊较少甲即个地下通道伊里个专业部分啦吼，甲围起。但是阮发现着讲，毋是专业有公有迄个出入个部分啦吼。伊嘛甲放开，阮就含。迄、那个写入议员啦吼，啊，干部处长要求这个业者。我假设性一个问题，楼上假设有一个独居老人，他要叫救护车，
他要如何去通行。有你听我意思无？我了解。我没有否认他私有的产权，可是应该保有的公共空间，我们彰化县政府却不能做明确的裁示，连我们地方政府的一级主管到了现场，还没有办法协助整个问题的处理。那谁有办法协助？敢讲你敢想啊？逐天哦，馆长逐天安尼走，啊，确实在时的，佫无在安尼做，到底谁有在处理？来，马紧，我简单，我时间嘛无够。再来帮我解决一个问题，伫咱审查小组头一届开会，我着爱有明确的决议。公共空间安怎判定？由向雷判定？爱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即使是私有，他不用依照规约下去进行吗？我想了解的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跟个人财产相抵触之嫌，是哪个法令比较大？我请我们地方政府严谨的态度去看这个部分。他们现在已经新送了，已经走司法程序啊，协助地方解决问题，是咱地方政府应该做的范围。我拜托地处长认真来评定这个问题。还有，我想问一下公务处，请处长说，公务处，我之前有跟您询问过去，在3月22，我询问过去，我要的资料我到现在还没拿到，为什么？请处长回答我，简单一点。请公务处林处长回答。好，谢谢主席哈，谢谢议员。那个那一天29号开完之后，确实我们科长有拿一张公文，那一张啊，他我叫他再跟议员请教一下，就是说要答复的方向跟内容。哦，我回去会马上追他们的进度到哪边。我只是要求你做全责的厘清啊。对对对。我再给你问一遍，你卖过3月14日，我讲吼，3月14日以后啊，问我绝对不是这种态度问的呀。4月14日，对不起，4月14日，所有鉴定报告出来，我在到时候监督小组问的就不只是这样子了。是。我跟你问你，你的宽责当初内政部营建署给你的权责到底在哪里？你可以做哪些方向？你正确给我厘清，正确给我回复，好，好不好？好，回去马上追公文。是。该给我的资料，够96年，我有摕到一份资料，是96年管委会头一届甲咱管政府申请成立管委会的头一份资料，我爱给一份完整的。那个可以请记录帮我记录一下。我要求提供一份96年园林国宅第一次送审管委会成立的那一份原始图档。我要一份完整的，我不要您增修删减，您够丢掉不丢掉？我爱一份完整的，头尾爱一份完整的，好吧？可以吗？管委会的部分，我们会再跟建设处这边做确认，可以吗？是，蔡处长可以吗？我要求一份完整的。好，以上，谢谢。继续请艾丽珍议员发言。多谢主席。52号针对咱管政的问题提出来探讨，请问咱各局处的局处长，议会的决议要不要遵行？要不要？要哈，一定要。要不要尊重？要。你们有做到吗？有吗？没有的举手，统统有。我来质问，建设处、公务处，3月29号的时候，我们这次临时会刚开议的时候，本席在家有提出讲，园林国宅也有把现场的相片抛给你们看，通道啥都围起来，要求你们会后马上去处理，你们有去处理吗？有，但是您处理到3点的时阵，打电话跟我讲，您3点要去现场，我人搁伫议会咧，跟我讲3点要现场会勘，安尼对本席敢无真糟蹋？第二点，您去会勘了，回来了，结论如何？有甲本席汇报无？有吗？没有。刚刚曹家豪议员所提出的。您现场所看到的监控是安怎？然后你们善后的态度是怎么处理？请答复。
两个呀，看啥物答吧。恁两个拢有去呀？我伫迄主持内底看到恁的影片，恁有去呀？感谢主席啊，感谢你。咱阿议员哦，对这个国体关心，阮迄天去了啦吼，有当场要求爱拆掉啊，所以你有拆无？有拆掉呀？有拆无？无，伊伫迄个公有的、這個。该拆的部分就好了。哎、欸，该拆部分有拆吗？有拆走呀？有拆吗？啊、所以有有吗？有，阮有个啊，目前呢，目前呢，有恢复无？目前是无接到迄个管理会有讲有个恢复啊。恁哦，应作为而不作为啊！这个问题跟恁讲几遍啊？非得要我们议会开议的时候，在议事厅当场跟你要求，恁才要去看，结果看到安尼，敢无立即处理？后续有后续关系吗？再来，我请问你，处长，业者有提出变更的申请吗？到目前为止，你有收到无？嗯，阮是因为阮甲退件了，到目前是拢无接到啦。拢无接到吼，咱是不是限期到4月14号为止？如果到4月14号为止，他们还没有提出变更的申请、执照的申请的话，后续你们要怎么办？等于讲4月14日呢到了吼，伊无提出这个申请啊。对。啊，这个申请当然有一个爱规定的，爱照规定的。所以如果无4月15日，阮会经过通知，你爱一个期限内爱恢复原状，那无者，就要开始甲你开罚呢。对啦，你4月14日上尾一天的限期嘛，伊若要正式取得变更执照的许可的话，就要恢复原状，对不对？恢复原状，你要切实执行哦。所有遐组合所有采取的相关证据，现在照片拍到坑坑洞洞，现在是不是都完全恢复原状？啊，那无，如果没有恢复原状，以前再次提出变更申请，你得接受无？会无？叫你的停署嘞？当然是伊个照规定来了。如果伊那无恢复原状，在4月14日了后，佮提出来补件补缴来提出申请，你得先受理无？可以吗？啊！我拄仔在甲议员报告啊，会使无？我拄仔甲议员报告，伊无提出相关第一项，就是算讲你要管理会的同意函嘛。因为伊可能留咧公共，啊，阮无可能做。当然啦，因若要检核来提出申请的时阵，一定要相关所有文件都要备齐，咱才受理，对无？这唔免讲，我是讲吼，因你一定要确实做到。伊4月14日了后，如果若无收到，4月15、4月16，恁就马上要求他限期。恢复原状做得到吗？这款的行文可以啦。啊，多久？哦，期限多久？一般，因阮有甲估计，大概这个范围内底啦，应该几个月来啦。一个月，安尼就是4月15日，你4月16日行文可以，喊你到5月15日以前恢复原状，恢复原状以后，后续要安怎处理，大家再过来讲，是不是安尼？叫停署是不是安尼？哎，建哥。安尼吼。嗯。我看。都假县长啊，一再的才是啊，一切要依法行政啊。即马我都假本身跟你探讨，即就是依法行政的天数嘛。你若无照即天数行来讲啊，即马都伫议事厅公开讲的哦，免伫只讲你嘛安尼做，更何况伫只实况传播出去，你若无安尼做来讲，你就是渎职哦。各个议员报告，其实阮拢有新闻哦，即个业者啦，你去讲。你新闻的业者，你都无。确切执行啊！你行不到，伊有收到的，收到了的，你行你的，我接我的，我做我的呀。所以讲，我这样本身直接跟你要求，你一定要依法行政，借用恁一句话，依法行政。无问题，我一定依法行政。了后，截止啊，限期到，无收到了，16日你就马上行文叫业者恢复原状。限期一个月，就是5月16日以前要恢复原状，你做会到的。这阮的依法来行政啊，这是期限的问题，你袂使阁甲拖。你若阁拖，我甲你讲，如果以后你若阁敲电话讲啊，业者讲要要求讲拜托的，大家坐来谈，你就无入场哦。为什么？我伫里面讲合理的怀疑，恁拢伫暗号业者嘛，
该时间点到啊，你无依法行政啊，无依法行政，你讲一拖再拖，再延再延，互咱遮个住户无信心。啊，那互咱的住户对咱行政单位无信心的时阵，谁来讲都没用啦。所以你一定要依法行政，会晓讲啊，做到够啦。这点你就是到五月十日以前，爱叫恢复原状，恢复原状以后。后续业者何去何从啊？该循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来走啊？叫教保来，教保走，该备齐什么文件？备齐了以后，您逐条个审查有够，要求有够，您这个受理这案件，会过不过？看着办吧。安尼做得到吗？啊，议员报告了吼，这个公共安全的部分，我绝对依法来行政啊。啊，我拄只讲只期限哦，我。今嘛议会已经成立正式成立专案小组啊，今仔日这动议案嘛过去呀，过去了后，我们议长也才是的，把所有的成员都已经都定出来的，阮这先管拢出来了后，明仔载开始是毋是咱议事组那过秘书长，阮就用开始行书咱这专案小组这款，所以你莫想讲议会无咧开会监督袂到哦，恁得牛布货啊，监督专案小组成立了以后，我们一起来。把原领国宅的问题依法行政把它做好，可以吗？可以。第一步你就是五月十日以前叫恢复原状，这是期限都真明确的嘛？这都时间会说话，时间点就四月十五到期嘛，四月十日新闻台五月十日以前恢复原状嘛，这点你也确实做到，按了无？这个议员不管，我绝对会依法来行政啊！啊，我这里四月十五行文是一般，咱是算文收到一个月啦。哦，这爱个议员丁清杰呢？哦，好，好。继续请赖清美议员。多谢主席哈，广电一级主管、媒体朋友啊，各位同仁哈。我想要来请问一下咱的教育处长，教育处长，咱和美国中哦，目前有偌济学生？请教育处邓处长回答。我问到啊，伊才来尔，伊唔知偌济学生，知道吗？师傅，让我查一下，我记得是两三千。我也不知道了，我也要上网查才知道。那我问一下哈，我们和美国中不是有几个文中二校？对吧？啊，文中二校，咱知影咱大城国小进前为着关系占着因的土地，即卖人咧收割，各管线物书嘛，可能是要拆校还地，或是说爱改卖嘛，哈。啊，文中二校，我唔知处长你才上任，甲呾你有去过无？哈，咱嘛知讲迄块地即卖吼地主嘛是伫遐想尽办法要退转去啦，哈。啊，咱会知影讲。文中二遐，我乃听讲，遐要阁起学校、起教室，阁要起体育馆，是真个啊假的？处长，目前我们是有规划450万规划设计费啦，啊，希望在和美那一块地，大概是2.3公顷左右哈。当成是和美高中的一个第二校区、那目前和美高中它学生人数多，所以它本身学生的使用空间是有限、然后加上和美高中的体育班发展的非常好、欸、对，我想问是和美国中还是和美高中、欸、它是和美高中的第二校区哦，啊，现在刚变和美高中了，以前也没和美国中而已，现在跟高中才争才真，迄、个囡仔才修三年啊四年尔，即马都比迄块比和美高中，这拢互恁家己去编的，恁就讲伊是和美国中，恁就讲伊是和美高中。我请问者，咱即马财政遮尔啊困难，咱学生囡仔你要搁起啊起，起啥物多功能的体育馆呐、啊？啊，搁有啥物要搁起12间校诶教室？啊，这12间教室是要互相读啊？要互啥物人读？处长，报告议员，我们是朝向体育班的一个。哦，体育班是每一年拢有体育班，这囡仔拢去遐读吗？伊来登去母校无？本校无？啊，你会知影未？本校甲这二校
差3公里外远呢，3公里外远，你去遐运动了，你啊要到什么人要甲你载转去本校迄边读册啊？啊，你搁去的时候，吼，今日加班去，吼，等下2点的时换班去。啊，你要到找这些人通一直载这些囡仔去，啊，是要放这些囡仔、这些学生家己去好好为本校去到二校这边读。这个交通复杂，万一啦上课时间发生意外，是这什么人要负责啊？处长，你有想到这无？即马少子化，我第一届听到讲咱二校迄阵，即马拢伫咧荒废去，拢伫遐。人还好哦，和美国中迄、那个文中二家吼，然后迄垒球、拍棒球的啦，一挂遐拢甲你整理啊，真舒适。啊，即马你想想，什么要起一个12间学校多功能的体育馆？欸，我请问，遐已经有一个武术馆啦嘞，武术馆已经开真侪钱去。啊，有甲咱是要委外要处理，要收学生，还是校啊要来收学生？这拢是一个问题。但目睭紧紧拢等咧看，是偌济人咧武术。未来如果你阁起一个多功能体育馆，这是到底要有啥物人用啊？咱迄阵啊，买甲武术馆遐楼顶若阁起哦好，我迄阵讲的是啊，咱是毋是会使开发是多功能的？结果无人赞成。即马你要阁起一个多功能体育馆，我唔知这体育馆是要给啥物人用？或者12班，你阁起12间教室，是几班的学生囡仔要去遐用？啊，这个人伫遐，要阁伫遐咧运动的人，你看这是恁家己的图啦，我有去调出来，这是恁的图。到时你阁起一挂蚊仔教室敢好？我唔知你为虾米要起这個啊？你是不是爱甲学校、甲囡仔顾好、教育顾好，互因食会饱，互因大家感觉讲读册读了真好，安就好。你甲一个所在要甲移过去遐读册，3公里外呢？这逐天拢是爱人载，还是爱人带，还是因囡仔出来要利用出来时，这交通我拄仔讲的，这交通这复杂的，你安尼一天到暗为着一节课。走去到遐上体育课，敢有需要安尼？咱本校、本校本来遐敢读袂落去啊？敢无够教室通用啊？校长、处长，真正是无够吗？因为和美国中它改制为和美高中，它的设备基础跟场那个校区哈，事实上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呐。啊，3公里，我请问，3公里要哪处理啦？而且他准十二间教室，互你起开啦。啊，你要哪处理这囡仔乖遐读册？啊，就是12班的人，12间教室，12班的人拢去遐的时，都唔免阁转来本校啊。讲安尼，换老师去就好。上国文的时候，国文老师去；上英文，英文老师去。干嘛呢？干嘛呢？会当未？这个我们来，这个你们有考虑吗？这个我们可以来评估一下。啊，囡仔敢有遐多？啊，若比蚊仔教室嘞，这什么人要负责任嘛？袂当讲有人啊想安怎做做，咱的教育是百年教育哦，咱来往长远来去讲哦，唔是想到啥就做啥嘞。我爱拍网球，你敢要起一个网球场和网球馆和我拍？我拍保龄球，你敢要起一个保龄球馆和我来练？不可能嘛，对不？噶唔是安尼呢？啊，你是干嘛找多功能来去用？啊，既然因有法度他伫本校迄边，到本校都有够通用啊！你要阁买一个多功能体育馆，多功能体育馆你要花多少费用？来，你概算偌济？你甲我讲，概算偌济？目前还在规划设计，总数还没有抓出来。概算？概算我们是预计跟教育部申请1.5亿啦。1.5亿，好好啊！12间教室有包括在里面吗？会包含在里面。就全部你讲的这，那可能还会有体育班的一些宿舍啦，哎，我都会规划在里面。哦，这个刚好多功能体育馆啊，教室啊 ，AC 的道路啦，什么的啊，1.5亿，1亿5000万呢，起在遐那万里荒废做蚊仔馆，1亿5000万，什么人要负责任？咱即马财政这样困难，不管是中央，不管是咱的官政，拢有问题啊！啊，有问题是咱安敢好安尼？是毋是处长从长计议？计划哦好，咱再来做。卖哦，河尾区河尾的人，感觉讲咱的县政府咧做代志，拢无脏无昧，想到啥就做啥，有想到后果后壁无？
十二间教室挤在遐旁边的时，囡仔为着要来遮读册的时，出代志，敢有需要安尼？咱是毋是安尼？好不好？会当未？会当未？好，我们再来完整的评估。哎，谢谢议员。1.5 亿，你已经有眉目啊，就对啦。哎，还没有确定。那也时间的问题，哎，继续哦，迄个许淑伟议员，哎，淑伟麻烦你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好，哎，许淑伟讲说的，来，好，来。时间的问题，然后卖牵着大家时间吼，因为有大家有要讲吼。好，我要来请问咱的卫生局长吼，咱的黄金救治时间偌久？那是急重症。请卫生局A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还有我们谢谢许淑伟议员对我们那个急重症医疗的关心呐、啊。我想议员应该问的是，急重症应该是说急重症其实最危急的是心肌梗塞嘛？对。啊，心肌梗塞其实黄金时间是要在前面1到2个小时内，最好是越快送到医院是越好。好的，那重大的车祸案件呢？重大车祸案件其实要看他受伤的程度啦，因为有些时候你刚撞到的时候，有些伤害是看不到的。所以在这个我们急救原则上，还是尽快要送到就近有能力。好，是、okay, 好，谢谢，请坐。我来请问民政处长哈，我们北彰化跟南彰化的人口比例，请民政处督处长回答。谢谢主席哈，谢谢那个议员的关心哈。北彰那挂台川伫内底哈，台川那挂落伫北彰内底有十个乡镇，北彰安尼有超60。65万外人吼，啊南疆有16个乡镇，16个乡镇吼，62万6千外人。好，安请坐。好，谢谢。啊，表示讲吼，咱的南疆甲北疆的人口的比例吼，5分5分啦吼，就是咱的咱全国的人口数128.9万吼，要到130万人内底，咱南疆跟北疆的比例吼，各大概拢是1/1/1吼。啊，所以讲，我伫遮要来甲咱县政府、甲咱县长提出一个建议，要求就是讲，咱的南疆甲北疆吼，咱的民众吼，诶，这个就医权吼，应该是要票票等值吼，因为有真侪咱南疆话乡亲，若是去拄到急重症，还是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阵吼，上紧往北就是爱送到咱的这个彰化市，往南上紧吼，爱送到咱的这个。哦，分林关吼，才有大型的医疗中心来给做开刀甲紧急的救治啦吼。所以讲啊，本席伫遮嘛要来建议县长吼，应该尽速伫咱的这个高铁站区的这个产业服务专区内底，应该爱较紧来设置这个咱的医学中心，让咱的县民吼，不管是南疆也好，北疆也好，同款拢是这个咱的县民的权利，伊大家拢是这拢平等的这个纳税义务人吼。所以讲，咱爱甲公看平均的这个资源，咱的这个医疗的资源爱平均用伫咱的南疆甲北疆。所以讲，伫只本席要来建请咱台语为咱的卫县长吼，应该爱尽速伫咱的高铁站区内底吼设立医疗中心吼。这点要来请咱的县府来进行研议啦吼。是喂，好，吉祥，好。迄、那个在座的议员吼、喔，较歹势啦，因为谢恩惠阿妈的告别式吼，时间伤迫，哎，所以也就无发言到，歹势。本次的会期呢，所有议案已经全部审议完毕，各位议员同仁，我们第13、14临时会呢，就到此结束，大家辛苦了，散会。太衰了。